噔噔噔噔噔噔！牛肉千层面，好重啊！这个超方便的。要介绍这个，可以当沙拉盘跟烤盘。他讲的不是食物哦，他讲的是海鲜。好，妈妈奶奶要。妈，你奶奶要知道哦。哇，这牛肉看起来很好吃。你看奶奶做过来的，毕竟他是我们影片的扛把子哎，我们的影片之花，来花。嗯，这是哪里吃？来，来，老爸，把饭碗啊，来。哎，那边要拉一下。影片之花，花。然后再拉进来，你要坐下面哦，不是吧？你坐上面吧，脚踩着，来这样子，好，这个，塔巴斯科不是你的，但是它这个我还有加一点那个番茄酱下去，然后我再加起司这样子。刚刚番茄酱会味道很好。没有啦，没有不可以加进去。那个辣辣甜甜，辣 spicy。哦，牛肉好吃。嗯，牛肉好吃。刚看新闻，看到有人说那个有了大陆偷渡客淘宝买了一台橡皮艇，从福建偷渡到台湾成功哎，虽然成功意思是就是他漂洋过海安全到达，然后再被海巡署抓到，哎好强，淘宝的东西怎么那么厉害？哦，现在。然后看，这两天新闻都在讲那个确诊，大家不要乱跑。对，好险，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因为我们住在永和很偏边。我在住很偏僻，我老婆就说很不热闹。我们决定三餐都在家里吃，不出门，不出门。嗯。但是大家要订芭拉还是可以跟我们订芭拉哈。没错哦。我现在只能靠芭拉为生。生嗯。我本来想说要卖三明治，但这种状况，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去太多人的地方哈，保护我们，保护家人。哦，不要动，哎，动不，哎，不要动，好，就这样，不要动。是已经在你那边。哦，这个椅子好用啊、哦！我下次决定扎那个下面铺防水垫。嗯，桃园好像很严重、哦。嗯，到处都严重，桃园一直都，桃园一直都很严重。这最近新闻都在烧这件事情。我们不要那么烦恼，大家把自己的防疫做好啊、哦，不用想那么多。然后说垦丁大街五成的人没有戴口罩，没有嘛？我觉得本来就是一段时间没有确诊的时候，大家就会本来会比较松懈啊。人类是一个很健忘的生物。但是我觉得台湾还是算蛮 OK 的，就是没有说很严重到什么的，不然那个什么印度真的是才严重，每天都是烧了几十个那个尸体。但是印度是大家很一开始的时候早就已经会预料到会很严重的一个地区之一了，你看看，大家有看到？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是什么你知道吗？好吃舞。Luna 只要好吃的时候就会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从哪学来。
来快吃好不好？你是女孩，嗯，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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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哎，小心小心小心，我怕剁下来弄到脚打到痛。哎，我觉得这个肉番茄牛肉这个很好吃哎，嗯，这跟你跟海鲜比起来差很多哎，这好像外面的千层面哦，还是说你今天烤的不一样的，你的温度要过后比较足，嗯。对对对对对，所以它这个面这次比较 Q， 比较软，大火烤软 Q。对，上次不知道为什么烤一烤它下面一直出水。哦，没退好。没有，同桌之间它也退啦。哎，我说上次的没有退好。上次有退软，因为它一定要先退软再烤会比较好一点。嗯，因为它是真空包，所以它就泡在水里退就可以了。北猪是不是？哎，妈妈用。北猪。怀东妈，拿一下。拿什么？拿什么？我要看北猪。好。不辣。哎，这塔巴斯口是比较辣。辣。辣。快吃快吃，好不好？真的，我觉得现在用这样子的桌子，这样子比较方便啊。妈妈，不要掉下去！它没有红色的，快点！它没掉下去，但是它直接垫在沙发上，我帮你检查。那个粉红色那个垫子，像是把那个铺满。他吃饭之后啊，地上全部把它铺那个垫子。对，以前那个、包尿布的那个垫子。嗯。哎呀，妹妹啊！哎呀！啊！你吸血鬼啊！是不是很怕？嗯，好吃吗？你要去站吗？可以。对。他在吃东西喜欢吃的，然后就比赞，然后跳一个好吃舞这样子。对，好了，我让尤娜慢慢吃。好，他要吃千层面配猪，好吧？拜拜。跟大家拜拜。